好，接下来这个游戏在乒乓球桌前面哈，然后有三个篮子，十个盒子，要做什么？派出四个人打乒乓球，进了分数来，一分、两分、三分，只球，总共有十球的机会。OK， 派出了四个人，就是刚刚在洞里面露出小头。好，丢球的不用玩。那他们就只能用抽到的物品，要等一下有奇怪的东西，用这个来拍打。自己选吗？等于是里面是你们击球的道具，所以我们蓝队先选，你们先选，落后的先选，一起选啊，那橘队也要先选啦，对，橘队拿拿，不是先通的是蓝队，好，对，我跟孟哲就不用玩了，不要开心，不要开心，好，仁甫这儿先好，来，我的是，哎呦，哦，哎，你这么好，对，我的是乒乓球拍哦，我来个这个，我就这样子。推应该可以，对对 对, 對，用推的，对 对, 對，推的。哇，康康，还有完整的，完整，它上面没有那个软那个胶，可是面积比较大，还好差不了多少，它就是会比较更有弹力一点。OK， 至少面积蛮大。对。啊，你这好难哦！你们很用心哎，怎么会有这种道具啊？这是这里的道具。因为它旁边还有收边呢，所以这个是真的厂商做的，这不是硬换难办的，就是这样了。这个就这样了。哎，还在哪里啊？多一个空隙。哎，蛮容易耶。好，来，好。哎，很好啊。两边都是胶的。哦，那你这个最好。对，这个最好，这个是吗？这是最好的，感觉面积也。因为它还会有吸收的力量。好，来，王爱威如。对的。嗯。什么？老师好难哦。拍背的，拍背的吗？这是电流击击棒哦。太小了吧，这个。喂。拍板。好，来明杰。好厉害哦！剪刀石头剪刀。开心。脑子啦，怎么玩呢？你那像是牛的蹄哦。好可爱哦。哎，我们今天拿到的很鸟哎，什么？好有意思哦！西西风，西风，哇哇 ，OK， 你绕半边，怎么是怎么样？是我们目前看起来最堪用的哦，对，算最正常的，对对，好，我的是西瓜冰，好可爱哦！我们先一人打一颗，然后来决定一下我们好不好打，再决定谁可以多打，谁觉得手感不错，对对对对对 ，OK， 好。所以来，那你就第一个康央央，康央央，你的那个康央央，别人拍的没有，拍子跟你不一样。你平常会打乒乓球吗？一点点，所以我要丢然后打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一定要弹一次地，至少第一颗抓准这个角度。压力不要太大，都是试的，试手感，试手感。啊，没有，好，第一颗。对啊，其实大家轮一次是对的，因为都一定要有一次。那他这个吼，如果他打的时候球回弹打到他自己的话，不算了。没有啊，然后不，这样一丢，然后这样子就算一次啊。太厉害了，这样可以加一分吧？就算一次。进洞很难哎，出手就算。没有，打出去了。哦。有打出去了。没有，打出去了。哦。我就进洞了，进洞了。梦幻进球。好，两颗。好，两颗哦。嗯。那他这个，赢了你休息了，赢了你休息。可以休息。所以那个太难了，来，他圈圈的命就是这种，就是莫名的，然后就得分了，真的很棒。来第四颗，哦，哦，哦，不错不错，还有六颗的机会，所以康英英继续，对不对？康英你要侧面了。标准姿势，好，你要舒服的，你舒服的，康康加油，康康加油，你舒服。你要上一关，这样他们现在超远。哦，对啊，对，但他们待会还有他有机会啊，我们不能那个太得意忘形，对。标准姿势。哦。标准姿势。啊。哎，前面有了，这一次就没了。没了。哎，掉进去把另外一颗弹出来也算不见哦。掉进去把盆子打翻了，然后什么？我那要有点力道，好，真的哎，加油，勋你可以，勋加油，太大力，要挤，乱挤，你刚乱挤，你刚根本没准备，剩几颗？还有四颗，每一颗我们都很慎重，还有四颗，上面的比较对，七，我要打二，第七颗，打二，第七颗他们现在赢了啦，角度，哎呦，啊，歪了，歪了。
第八颗，第八颗，康康盈盈。哦，这个哦，不错不错。哦！抓到了，抓到了。拼一分，拼一分就好。抓到了，抓到了。拼一分，有分数最重要，没分数什么都没有。对对对，你刚是这样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不要浪费了，不要浪费，不要心慌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准备好了，你不要让随便就打了，你要准备好。对。有。哎，这个力道差一点，不然好像有机会。太难了啦！你拼三分嘛，好不好？会中啊！落地就算了。哎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因为我刚看到一个画面，就是我往上丢，所有人飞起这样。然后就那玩够吗？对，只说人家那个心情有没有坐海盗船的感觉？不要玩了，胡蒙胡蒙。是不是连同队都觉得有点烦？会有点想生气。很直。像我跟你讲，那个咻，真的有差啦。接下来轮到我们的奇形怪状球拍这一队了哈。但是呢，现在的分数是蓝队是16，我们呢是14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三分就获胜，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啦，稳稳的抓一分，因为一分其实是最容易，一分是最容易。明杰那个我觉得好危险哦，因为我们为了让他这样子，我们都会这样子打嘛。但他那个打的时候，刚好打的地方就是对着他，对，跟洞洞一样。那一样啊，一人先一个，因为至少一定要一个。先试一下吧。对，好，明杰，不是啊，就要直，这个就算了，这个就算了哈，来啊。太大力，太大力，太大力！哎，不是，不是太大力，是真的有点太大力。这个距离不会是这个力道的。冰淇淋，不能唱歌。啊，我会有哦。两个没有了哦，第三颗。第三颗是什么？上弦月。哦！他都在一。二三旁边跳。哎，我建议不要一抛就急，你还是要有一点空间，然后再打它。因为你一抛就急，它的力道一定是弹的。对，好，这个安检棒来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我最近很常打羽球。哎呦，但这个东西叫乒乓球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太轻，完了，他们现在紧张了，他们刚刚连两分都没有。如果弹很多下进去也可以。哎，我有点想改变战略，往后面打，进就进了，没有就没有。二或三，拼一下，反正方向往那，哎，方向往那。逻辑没错了，歪掉了，歪掉了，站到歪掉了。对，其实我刚打了，对。没有就没有了，不用怕。好，都歪了就不用想。剩最后三颗，剩三颗，谁要打？好，是不是站出来？都拼右边的。这一颗进，你们才有可能赢。好，接下来只能拼平手了。剩两颗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哦。最后一颗，来喽。那就蓝队获胜啦，恭喜吃东西，恭喜蓝队，来麻烦君君先介绍吃的。今天吃的这个是鸭香堡，就是卤味。然后呢，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鸭是用樱桃鸭，然后里面有鸭舌、鸭爪、鸭大骨、鸭胗、鸭排肉跟海带。哎，宜兰哦，有很多卤味，
好吃。虽然做什么鸭爽啊、卤味的很多，各家都有不同的风味，很香哎。以前来一定要在这边买这些卤味啊，因为像它就是打开或切一切，然后就可以直接食用，超下酒。好，来拿拍子，对，汤英先抽牌，我先抽啊，我先抽。三张，许梦哲有三张，第二张，然后第三张。好，先来看一下，第一张是五，第二张十六，再是五就是五了。哎呦，直接十了吗？这个头看起来很小，哎呦，马上就五跟五，然后第三张是三。哇，那我直接换。那你三留着，你三留着，来你的黄球，黄球。黄球，哎，现在里面就一黄一白哦。接下来轮到一好了，哎，你还可以跟你的凑哦。我需要的是三跟五跟九，好凑啦，这三张一定就有了。三跟五跟九，一二三。对啦，一次量。哦，可以凑十。建议你先换一个吧。七嘛，就是一个三啊。其实这个哦，一颗会中的就是一颗。会中就那一颗，真的，你再多颗，我们前面玩过那么多次，我十几颗哎，转了七八轮，一个都掉不出来，老板是见鬼，会中的就是一颗就中了啦。老板还在抱怨，还在抱怨，老板脾气不好，不好意思啊。紫色的，耶，好，现在里面有三颗球了，要八五六，八五六，真的。真的蛮好吃的。三五六不能亡，可以凑得了吗？有吗？有啦，你有五啦。哦，有五有六。先两颗，先各得一颗，两个五一颗。好，你那四张给他们换起来，换掉吧，直接换。谁不换？拜托，这一定要换啊！下次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。两颗。哎呦。他们会吃掉。一二三，三三六，会有吗？没有，先收，先收，对，收起来，先收。怎么了？五一跟多少？五一，好，目前为止都没牌的举手。对，我们都没有牌，加油了。对啊。下一抽，好。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魔吗？想看更多不一样的饥饿吗？想看我们从主魔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？饥饿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喽！加入会员支持饥饿，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。